高雄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怡涵。这是我就是第一次就是跟空气拍广告，所以感觉有一点一开始很紧张，因为我每次都觉得演戏最难的地方就是跟空气一种无形的动画在演。我今天就一直在跟我无形的火球哥演戏。举手，点它。好看。本来以为我一定会花上一整天的时间，因为我这个人一定要有视线我才会演戏，所以要跟一个空气就是知道他们要 key 上去的动画，我就很怕我会斗鸡眼或者是失焦。不过看起来还好，所以今天还蛮顺利。我本来有一整天会被关在这里，可是没想到现在才下午2:30，我已经要收工了。开心，我并没有被电影界遗忘。虽然我已经默默去拍了很久的电视剧，没想到还可以回来接电影大使。大家请多多支持电影，电影真的是非常辛苦，所以我很开心啊！因为已经很久没有拍电影，还可以还当任这个有啦。刚拍完一部，听说接下来又要再拍一部，所以我觉得我一定会可以好好胜任这个工作。所以这些高雄电影节，光看这些片单名也就非常吸引人。其实很多部我都很想要去看，因为我觉得片名都还蛮好笑的，《宇宙呼叫海王星》也蛮好笑的。我最想要看的是那个《金刚异迹》，它还翻译叫《异迹兵团》跟《异迹变形录》，不觉得就是一个充满冲突的戏吗？就是金刚，可是它是异迹，我觉得应该还蛮好笑的。我到时候会去看，我们到时候金刚一起见。我只能说，我今天一直没有看到火球哥本人，所以我想看到火球哥本人那时候，应该也是在电视上跟大家同时看到的。我这样实在看不出来他是什么，有点像红孩儿还是哪吒之类的。不过既然他都是一身歌了，我们还是要尊重火球哥。所以我觉得他还蛮酷的啦，虽然我今天你知道火球哥都是在我的手掌心，现在就有一个啊，做动画。